梁光宇，主席，我而家咧就讲另外一个啦，就系、是、由小弟即系、就是、本人提出嘅，即系修正案编号733，总目142，政府总部政务司司长办公室及政务司及财政司办公室，咁咧就系讲呢个。唔係，對唔住，係講錯咗，係730先係，我講政務司嘅而家730，總目142，政府總部財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分目000，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42削減375萬，削減大約相當於政務司司長一職全年薪酬的預算開支，咁樣樣。咁當然啦，政務司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副即係呢個等於呢、這個以前就叫做呢、這個港英咧就叫做唔知報政司定副政司，我唔記得咗啦。即係總言之咧，就係報政司，咁咧就係、是。即係港督一做咗決定咧，佢就唔係宣布，佢真係去做嘢嗱。為咗令到大家明白呢一個職位嘅需要咧，我首先引述一段古文先：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自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扭於自平之安而不吾信。嗱，好簡單，呢個講曬㗎啦。即係話你咧，喂，其實喺呢個世界上面最要防嘅嘢咧，就係一樣嘢，你就係知道咧，喂，睇落去好似冇嘢，其實有嘢。嗱，政務司司長呢個位咧，而家林鄭月娥就以好打得由呢個前朝嘅特首提拔就官拜呢一個發展局局長，跟住咧更上層樓。咁當然，梁振英係咪想揾佢都冇，即係而家木咗樣嘅，因為梁振英嗰個五司十四局咧就瓜咗柴。咁最後尾都係林鄭月娥。咁林鄭月娥有冇諗過啲嘢嘅咧？即係應唔應該扣佢人工咧？真係我都冇準備，就咁噏都噏到。嗱，第一。當佢喺呢個發展局嘅時候咧，為咗係表達佢嘅能幹咧，佢就講咗幾樣嘢嘅。第一個咧就係、是：哇！你而家新界人嗰啲樓拆之災，咁就出到有啲鄉下嘅人咧，就整啲子公仔佢啦，係咪？呢、這個就係拆之嗱，起而強為之，則天下扭嗱，呢、這個就係啦。明知道做唔到嘅，一出嚟就唔得嘅，佢就夸下海口话要做。嗱，喺发展局嘅局长嘅时候，凭此係即係得到呢一个梁振英嘅赏识也好，什么也好。好啦，第二个做唔到喎，到而家都成为天下笑柄喎。第二又係啦，起而強為之，則天下扭。嗱，老實講，佢去做呢個司長，建議自己嘅老友麥齊光，佢自己講㗎啦，即係好尊敬嘅人，做得嘢嘅人。麥齊光的確係做得嘢嘅，係咪？好啦，由佢由常秘嗰個位，人哋係公務員嘅，一稱稱咗上去局嗰度，又唔問下人哋到底啲樓點啊？冇。係咪冇做呢樣嘢，就咁稱人上去，咁人哋咪真係起而強為之，則天下扭。喂，咁仲要衝出嚟喎，就喂阿哥一又頂唔住喎，自己疏忽咗，仲走出嚟撐，用司長嘅權威話：喂，你信佢啦，冇事嘅，係咪？你話真係大佬啊，一上任已經搞成咁。仲有一樣喎，到後來啦，佢嗰、那個嗱，
搞呢個拆屋唔掂，拆人哋嗰層樓，拆人哋嗰啲樓樓拆唔掂唔緊要。佢諗住恰劏房，個劏房梗係容易恰啦，係咪？都冇呢個鄉議局作為一個局，冇劏房局噶嘛，係咪有劏房波啫嘛？冇劏房局，佢咪去恰劏房？我而家搞劏房，警咗一個同阿呢一個阿麥齊光嘅繼任人阿陳茂波搞啊！喂，得㗎啦，我哋搞掂啲劏房去，我哋將嗰啲大廈改做劏房，改1萬個單位出嚟，又唔得。喂，大佬，使乜準備嘅啫？苦十即時，踢落去都有啊！嗱，呢三樣嘢作為一個司長，第一錯，第二一錯再錯，第三一錯再錯又再錯，就是、不認錯。錯係唔緊要嘅，主席係咪？但你要認錯啊嘛，唔認喎、啊。到今日呢個無頭公案嚟嘅喎。佢依於湖底啦，係咪？先講第一樣，話要拆人哋啲新界樓，咁而家點咧？人哋如果聽咗你咁個一個合理，即係聽咗你呢個官家第一強人講嘢，即係嗱嗱臨去拆咗佢，咁點咧？而家係嘛？你有民無信則不立啊嘛！做一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嘅布政司或者係首相。是不能咁樣嘅，係要慎思而熟慮嘅。好似主席你咁，你唔不多言噶嘛，係咪？你唔好亂咁話我哋噶嘛，係唔啱先話。你講，即係講字。第一樣，第二，就算佢唔係皇帝，佢諸侯之王，佢不能夠輕出遠征噶嘛。我都講過明英宗嘅故仔啦，梁振英一開波就嚟搞五師十四公，我哋一定瓜嘅土木堡，佢又咪一樣咯、啊。呢、這個麥齊光嘅事，使乜你去講嘢啫？社會自有公論，當事人自有辯護，佢出嚟啊，你信我？又將呢個特區政府嘅威信咧，呢、這個係。林鄭可能得閒嘅喎，不如我叫林鄭嚟聽啊，咪對住嗰、那個呢、這個會議廳講空話。唔該，主席，17:3，叫林鄭翻嚟聽聽我嘅偉論。